请五十四号应为过来做准备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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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！火！哇！出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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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砍刀！大砍刀！我对他印象很深刻。所有人应该对他印象都很深。你以为我只是一个女生吗？不，其实我是砍价大师韦姐。最近可是听说小梦的棉花娃娃一个裸娃竟然要80，这也太离谱了。但是姨们不要担心，韦姐今天替你们打抱不平，今天就要给小梦一点颜色看看。看到我这把大砍价刀了吗？今天让你们见识什么是砍价到底。哇，这一刀下去80只降60，姨们小心心点起来，一起和韦姐砍价吧。韦姐驾到，价格大到，就是现在，3、2、1，开卖啦。可以可以，好棒。